你臭小子，胆子可不小啊，敢混到我的地头上来了！哼，这个作坊就是你的贼窝。哼，说，于春荣的眼睛是不是你打瞎的？你还威胁他，让他毁掉你的犯罪证据。 给老爷请个大夫。对呀，请个大夫，把我那黑鬼油拿来给他推拿推拿，再灌一碗姜汤，手脚利索点。好。大哥，这个嫩鸡样子咋整啊？看是要煲鸡汤还是剁鸡块。大哥，你吱个声，俺包了。 煲鸡汤剁鸡块，这刚吃饱喝足了又饿了。哎呀，小子，听到了吗？我这帮弟兄啊，那都是吃人肉不吐渣子的。 你要不老实的话，啊，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敢保证，将来啊，你家里人想给你烧纸，那都找不到地方。哎，你我你。
做贼还这么横啊！来，大哥，我要是贼，那你们就是土匪强盗。那他就是闯进土匪强盗窝，想黑吃黑啊？啊，就是黑吃黑。别费心思套我话了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 你说你，你一个吃不饱饭、穿衣都穿不周全的啊小学生，你跟我们这帮大爷作对，那你想干什么呀？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是啊，要不咱们就成全，就是啊，打断他的狗腿，扔到山沟里头喂狼吃，看他还横不横。对，看他横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，做人要给人机会。 明白吗？知道的吧，知道的。我就问一次，到我们东家作坊来干什么？谁指使的？是不是于春荣？你说不说？快说说说！嘿嘿。 哎呀，弟兄们，伺候着吧！住手！放了他！东家，我说放了他，你听到没？放了他！东家，放了他，反咬咱一口怎么办？他要是这次没有出手相救，我这条老命早已经葬身火海了。 放了他，就算是跟他再也不相欠了。放了他，放人！看什么看？快走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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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东家，还东家呢？我这条命都快归西了，还东家。 你告诉我，我怎么会在这里的？哦，是这么回事。我今天晚上跟弟兄们在一块喝酒，这个眼皮子他就老跳老跳，我老就觉得有事儿，我就自己一个人到作坊去看看。这个时候正碰见那小子，他在校门，我赶紧回去找弟兄们过来帮忙。回来的时候，作坊失火了，有个人影一闪而过，我没追上他。我一看你在旁边躺着昏迷不醒，那小子也在边上。 我就把你俩给带过来了，这不叫失火，这叫纵火，是有人故意要烧死我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那谁，就那小子跟于春荣干的。哎呀，不关他们的事。你说于春荣那个瞎子，他有个屁用？然后那小子，他跟我一起在火场里，你用点脑子。 不要随便跟人乱栽赃。那就是玄机子。我想就是他八成没错。打光斗了20年了，还不善罢甘休。再让我抓到他，我肯定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。对对对对，剥他的皮，抽他的筋。 东家，东家，东家，季先生，好啊。 大侦探福尔摩斯回来了，怎么了？有没有抓到化身博士的曹庆祥啊？老师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哼，你口口声声说要去接曹庆祥的画皮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的作坊却起火，烧得一干二净，满街谣言四起，你身上又一股子烟熏火燎的味儿回来，我就是再笨，也猜着七八分了。
问都不用问。对不起，老师，我事先没有跟您报告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，这么做只会打草惊蛇，闹不好连命都可能赔进去，说不定还会害了你于叔跟我，你懂吗？可是老师，上次最公平的事他已经露了馅儿，如果我们这次不再引蛇出洞主动出击，岂不是要跟上次一样功亏一篑了吗？哎，年轻人呐、啊、年轻人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为什么曹庆祥他的作坊早不起火晚不起火，偏偏发生在这时候？老师的意思是有人想毁灭证据？不但要毁灭证据，恐怕还要杀人灭口。我理反，不论你是打草惊蛇也好，引蛇出洞也好，现在这条毒蛇肯定准备好了狠狠反扑，咱们不能不防。怎么防？你先把上次盗墓案的证物打包，尽快送回警察局，免得节外生枝，其他的先不用管。土匪老大，土匪老大，啊，我是醉仙楼的小二，您不记得了？啊，二毛说晚上桥头还您钱的。啊啊，您记着啊。啊，别动。哎，兄弟，谁啊？我没得罪过你吧？这块地头上你得罪过的人还少吗？咱出来混迟早得还给别人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不要紧张，我不是来跟你算旧账的，相反我还想跟你合作。合作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呀？不听也行，别怪我跟你散德行。散德性？我土鳖有什么德性可以散？比方说我告诉曹庆祥作坊那把火是你放的，你存心要烧死他。还有我去告诉聂队长，过去老皮那一案也是你干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到底是谁？我说过我是真心想跟你合作，我会指点你发大财，比你跟的曹庆祥好多了。Thank you.
哎呀，我还，这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收拾好，没收拾好。别嘴上说对不起，有本事，你连我也一块收拾了呀！等会儿。哎呦，你又要干什么去啊？我喝一口，喝一口啊！现在才想起喝补酒啊，晚了点吧。啊？哎呦，逗你玩呢。行，给我也来一杯。好嘞，啊，你等着。敬你啊！敬我什么呢？小叔子敬嫂子，旧瓶装新酒，还是得了便宜柴烧的家底锅呀？嗯，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。再说了，咱俩喜事儿是不是啊？干干。我土鳖，虽然人长得不咋地，但我绝对有良心。那我对你那是……哎呀，省省你那些老词儿吧。你以为啊，我这么容易上钩啊？怎么了？你还不情愿呢？那倒不是。老话说，你情我愿，不做天也愿。我可是顺天应人，情愿的紧呢。你放心，你情愿。我更情愿。那情愿了以后呢？这话你说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一百多斤以后都是你的，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我要可不止这点儿，我要的是180两黄金，你行吗？180两黄金，这我没有啊。你没有，我有。你吩咐，我卖命。那我直说了啊，既然有勇气接我这个嫂子，你敢不敢再接一个呀？再接个嫂子，谁呀？我嫂子李如锦。你给我，你开玩笑呢？土鳖叔，谁啊？是我，赵康。赵康，他来干什么呀？啊，等，你等会儿啊！快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快，别急，快！哎呀，你这磨盘大点的地儿，你让我躲哪儿去啊？哎呀，躲哪儿都行，躲哪儿都行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躲被子里。快！哎呦，我姑奶奶！快，别出声啊！千万别出声！